阿姨，阿姨，我真的，我真的不想努力了，不想努力了。阿姨是天路，阿姨是错。今天就是走一个加州的风格。我们今天狗哥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坐在这个小阳伞下面，喝着他的威士忌，然后看训练官的表演，如何训练一群宅男耳濡化矣的方式。因为来的人就是比较宅一点，他们需要有一些刺激，要有一些目标。那些猛男是怎么样？这样的一些影片来激励他们，就觉得我想跟他们一样。看，里面看得到吗？里面看得到先拍了。好，介绍一下你来。这我怎么看我都不认识，我怎么介绍？你也猜吗？这个有点落差。听到这个歌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就是，我想象也是蛮多阿姨的，可是因为如果直接全部都是阿姨，好像有点太理所当然，所以就想说，弄个训练班，对对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，不知道找谁，然后那一阵子刚好在看那个，反正我很闲的那个频道，然后就想到，哇，这乐咖绝对是哇我的第一人选。没有，我觉得他的那种喜感啊，就是浑然天成的，然后他们要干嘛，就会觉得好，就是很有戏，很好笑。那乐咖嘞，你听到这个歌？其实没有，那时候听到跟狗哥合作，我就觉得一定要玩一下，真的。有帮乐咖谋一些福利吗？就他应该有几个寝室的阿姨在旁边。有，好像在后面。最后他就是他，定妆的时候看到那阿姨真的好有感觉。你要有感觉，可是会觉得哇，真的很少奋斗。我把他脸弄脏了。其实穿的真的是很美，对，他就是明年 style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阿姨？假设这个世界上只剩阿姨。我觉得就那天定妆了。那你会排斥跟比年纪大女生交往？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搞不好这个 MV 就促成了。我少奋斗十年，我少奋斗十年，知道吗？很正耶，他很正，对吧？我刚对，就是刚他贴到这边的时候，整个感觉都来了。我前阵在定妆的时候就看，我真的吓到，我就蛮正的，蛮正的。哇哇！快抢高一的票！两位麻烦你们，每个都抢啊！真的假的？是怎样？你今天花10万了不起是吧？我们这边4张。一张100万，还有支票啊！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是瘦子来的话，会不会？你说张阿姨跟你说什么？他说要把我带回家。带回家。你说你不要随便开我玩笑，我会以为是真的。真的、啊。阿姨们满意吗？我现在不喜欢年轻小女。这边4张，一张100万。然后他把资料交给你。他好像真的很开心，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。